对了，我那个讲那个维摩诘经啊，维摩诘经的时候的这个本啊，你们要准备出来，也就是说把那个维摩诘经给它 copy 出来，然后让我来讲。那么用的这个本呢，因为维摩诘经有七个版本。有七个版本，我们用的是鸠摩罗什翻译的那啊，鸠摩罗什，也就是这个龟兹国，他出生在龟兹国，鸠摩罗什，龟兹国的鸠摩罗什所翻译的版本，啊，不要印错了，印成别的版本，一共有七个版本。听说有七个版本，但是我们用的是鸠摩罗什翻译的。